今天，善记医社组织了50位居民年长者，来到充满传统与文化底蕴的南安文化节，开启一段丰富多彩的文化之旅。在文化节的会场内，善记爱心同事刘贺与南安文化节的工作人员热情地为年长者们讲解南安文化节的历史与背景，让大家感受到这座古老文化的深厚底蕴。随后，年长者们登上凤山寺，虔诚祈求健康、平安的心愿，沉浸在庄严与宁静的氛围中。与此同时，会馆内另一群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正在兴致勃勃地绘制中秋节的灯笼，为即将到来的节日增添色彩和温馨。善记给带您来这边，您开心吗？开心，开心！我们已经期待了2-3个月了。还有就是，您这次文化节感觉怎么样？很好啊，很好。看到文化节是我们一代的东西，需要知道的文化，对我们新加坡人的后一代的礼貌跟文化历史都要知道。谢谢，善记加油！在品尝南安美食的同时，年长者们一边享用美味，一边等待着幸运抽奖的环节。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整个活动充满了欢声笑语。在这一天，年长者们不仅体验了南安丰富的传统文化，还感受到了满满的关怀与温情。善记与南安文化节一起为他们带来了难忘的回忆与美好的祝福。